大家好，我是大渊 Muta， 想知道我如何过得爽爽吗？我的专访要播出了，记得去看。我爱偶像，我爱你们哦。瘦子他很不挑嘴，他就是他的论据很宽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爱吃很好吃的东西，跟就是很不怎么样的东西，他都能吃这样子的。看周遭是谁，我就是谁闻他。那你有做过这种事吗？谁不会？问谁不会？谁没有放屁给人家闻过？人这物长相最好不会放屁、啊。选一个人爆料。嗯。我因为好多东西哦、喔。可以播出的。可以播出的。经纪人同意的那种。我要爆料那个。我周遭人都会啊，每个都是喝酒后都变成都不是人这样子，然后有一些是那个把那个偶像的包袱就是脱掉这样子，然后开始讲一些那种很好笑的话这样。好了，其实刚刚是我编的啦。